饺子会浮起来呀？为什么饺子熟了会浮起来？今天就来告诉你答案。让我们把镜头回放一下，就这儿，饺子肚子里在包进肉和菜的同时，我们还包进了空气。生饺子放入热水里，紧实的饺子立马沉入了锅底，煮呀煮呀煮，咕嘟咕嘟咕嘟。饺子肚子里的温度越升越高，馅儿渐渐熟了。让我们来看一看那些一起被包进去的空气，随着馅儿的温度升高，唤醒了周围的空气们。他们醒了，他们舒展，他们拉伸，他们呀越变越大。温度升高，气泡变大，这就是查理定律。法国科学家雅克查理发现，气体受热后体积会跟着变大。瞧现在，饺子肚子里的气体膨胀，把饺子顶成了一个小气球。阿基米德说，体积越大，受到的浮力越大，于是饺子就浮起来了。此时的馅儿呀，也已经熟了。